我注定将度过一个个孤独的夜晚，在鸡肠胃中嗅着残茧的余香。马蓉，我已经三天没有你的消息了，我必须做出最痛苦的决定。我是马蓉弟弟建民，金之蝉，土司成茧。自从茧里飞出来的蛾子，一定很漂亮。让他穿上一身我做的鞋。没事儿，除了我，不会有任何人知道他的。你的名字就叫……我想把这只夜孔雀纹在你身上。我找了几十年，终于找到我想要的。小林怎么了？弟弟爸爸告诉我。是谁？楚立奇。为什么？爱永远是突然降临的，只有从来没有爱过的人，才以为爱是一个感情渐变的过程。